大家都有爱口，遥远的地方，这个彩虹难免坏。为了更好的将来，有些事得办，因为爱，为了人，为了自己往北看，回过头来看一看，还剩下。往奔向南方，为了求胜利，登高眺望远方，解放英雄，不管出身地，就算成名在外，不慌不让，谁也不介意。127年了哈，那这127年来哈，我们的业绩都是靠我们的大众来帮忙哈。那我们本于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所以说我们办公益活动不遗余力哈。像我们的捐血啦，还有帮助我们小农哈，农产行销，还有帮助弱势团体，照顾独居长者。那今天刚好创世哈，他们想要募一笔大概60万的款项，要办圆游会。那旅游局就只有我们的小农陈启宏先生，哦，他也捐出他去年卖的大概3000多箱，有3万多块。那我们彰化旅游局再出，刚好把它凑整数，刚好就是1000份的个人化邮票，大概10万多块。我们这个人化邮票一张，我们提供给创世，哦，办圆游会用哦。他们计划就是一张就是以200块，你只要是买了200块的圆游券，就送一张个人化邮票。好，是创世他为了答谢各位的一个感谢状，那希望社会大众，哦，这张个人化邮票值得收藏，啊，也是一直在做爱心，哦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，哦，帮助创世，也帮助我们一些植物人，照顾他的家属，哦，照顾这些小孩子，让整个社会更和谐，哈，哦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。我们彰化创世在4月30号下午1点到5点的部分，在我们这边哈彰化西湖糖厂的位置，会举办一个大概近60摊的一个爱心圆圆会哈。我们的主题是，哎，小孩的时阵，我们欢迎大朋友、小朋友、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我们现场哈，来做逛圆圆会的部分。那我们疫情3年的部分，其实所有的大型活动、对外的活动都必须暂停。那这一次非常谢谢我们的国际狮子会300D5区哈，跟我们的彰化邮局以及我们合作社这边陈主席哈，一起来帮忙促成这个活动。那这里也我呼吁我们所有的爱心朋友，大家一起来找鸟票哈，认捐我们的爱心圆游券1张200元就可以，对，换到一个我们的个别化、个人化的一个爱心的我们的票券，欢迎大家一起来逛逛。谢谢哦。